说我们课室最有一个人啊，有一间厕所荒废，老师说，多你要讲，怎么样？我然后放学后我们去看一下。不要，我要这样黑。你怕什么黑？去了啊，什么？怕什么？没有我这样黑，你还怕？然后第一个是你吧？不要。我走，这一个，这一个。怎么进了我房间？你是传说中的魔镜吗？废话，以前看那么多童话故事，难道不知道魔镜长什么样的吗？这样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哦。当然啦、啊，我是魔镜，有什么问题都难不倒我。那么 ，one plus one is two. Two plus two is four. Minus one is minus one. That's too quick, man. 这样大城堡唱歌最厉害的是谁？大城堡歌声最美妙的是，果然没猜错，果然就是他。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我歌声变得更好听？哼，这还不简单，你只要在路走一小段，你声音会变得比谁都好。你不会骗我哦？童话故事里魔镜有骗过人吗？我当然不会骗你啊，快去快去。这样我相信你，我现在就去。变得很好听啊！那我讲什么？都跟你说了，我是魔镜，怎么可能骗你呢？快，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。那魔镜，那大城堡成绩最好的是谁？大城堡成绩最好的是，他现在在大城堡 VIP 补习。大城堡 VIP 补习，这样我现在就去报名啊！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.Next day. 你进来了。啊，是啊。哦，你懂 VIP 哦，有一个很出名的东西叫明灯呢。我不懂、给你看，给你看来。你看这个啊，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明灯 memory， 所以我们读书才会这样辛苦。哦，是啊。你看一下，不会我教。做考图。哎，老师用那个不像白板嘞。哦，老师用的是 smart board， 它是个电子白板，老师可以在上面开出今天的课程，直接做笔记。你看，老师正在教这个 Newton memory 哦。哦，这样我还是专心一点好了。是什么玩意儿？大城堡国际合唱比赛？
这次歌唱比赛我一定参加了。